肩胛骨旁特殊点。肩胛骨旁内侧特殊点有强化上背部及肩部原始点的作用，分布在肩胛内侧缘边上，如图中内侧弧形红线所示，上端起于肩胛上角骨旁，下端止于肩胛最下角骨旁。现在我们再来介绍肩胛骨旁特殊点位置。先找出骨头，手往后，好，这样骨头就会出来了，整个肩胛骨。那肩胛骨旁从这一点到骨头的近端处，这一条都是好，找出来之后再放回原位，也就这一条系起来之后，我们按推一样可以像上背部这样，以弓箭步，脚一样不要超过肩膀，一手固定，工具一样用手肘，掌心向上，然后整个靠过去，第一点也就是在肩膀上面这一点，然后前后一按推，第二点，第三点按推，下面这一段可以采用上下背部的按推方法，也就是双脚与肩同宽，然后微蹲，一手固定着，工具一样用手肘，掌心向下按下去，然后前后按推，按推，按推，按推。好，这一点已经是最后一点了。如果要做同侧肩胛骨旁的特殊点，前面这一段一样可以用弓箭步，以刚刚方法一模一样，工具也是用肘骨，掌心向上，然后直接按上去，然后身体往外靠，往前靠，然后按推，上下均匀来回。第二点，按推，按推，接下来这一段最好把身体移到对侧过去，以按推上背部的方法，双脚与肩同宽，然后微蹲，然后一手固定，工具一样掌心向下，直接放到位置上，然后眼睛盯着肘骨，按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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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一点已经是肩胛骨最低点了。以上是肩胛骨特殊点的按推方法。我们现在再来介绍肩胛骨特殊点的舒缓方法，一样用掌根，好，再来直接放到位置上，按推，按推，按推，这边也一样，按推，
按推按推。以上是肩胛骨旁特殊点的舒缓方法。